神殿大菩萨封印的复魂术，现在他又被卡尔玛解封，再次出现的是神兵。如此一来，整个城市，不，整个日本都将成为复魂术的石耳。我们必须修复那五个被破坏的镇，再次将复魂术封印。可是鬼神童子的状况。 已经蔓延到整个城市了。这样的话，城里的人都平安无事吧？先跟紧鬼神童子要紧，快点！鬼神童子，那是金针。可恶的鬼神童子，那就是你的葬身之地了。 鬼神童子，你怎么了？那个家伙是支配这个镇的吧？除过嫦娥说法，我最讨厌的就是骷髅了。那你还当主持呢？ 是怎么回事啊？发挥你鬼神童子的本能吧，最好把这一切都毁灭掉。卡尔玛这混蛋是想把鬼神童子的本能反过来加以利用。你不明白，现在的鬼神童子只是凭着本能在反复破坏。 现在的情形是，他把朕破坏的越厉害，敌人变得就越多。鬼神童子，可以了，快停下！太糟糕了，看来金刚斧已经让他失去理智了。 那就是鬼神童子的真正的形象了。哦，太厉害了！以我的实力，可是望尘莫及啊！不，在现在的鬼神童子面前，恐怕卡尔玛也……我们的理想之乡就要变为现实了。笑笑话，谁会服从复魂术的指使？无论如何得想个办法，把卡尔玛小子除掉。啊！ 土龙，你叫什么呢？你怎么来这儿的？你要干什么？
你要骑士啊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卡尔曼大王，不是告诉过你片刻也不得离开我身边吗？快回来。等等，格拉，忘掉这事儿吧，只要你把自己该干的事儿干好就可以了。可是卡尔玛大王，卡尔玛大王，我可不会就此作罢的。快停下来，你为什么不听人家的话吗？小明，你冷静一点，现在的鬼神童子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空海大师说的对，那个鬼神童子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凭着本能不断进行破坏的鬼神呐。现在的鬼神童子用金刚斧还是有些吃力呀。混蛋，欺我一招！见鬼，这招怎么没用啊？到底怎么办才好呀？丽丽，不要浪费了你可敬的牺牲精神，把金刚斧从鬼神童子那儿夺过来啊！快去！怎么总想让我死呢？要制止这种情况，就必须把这座镇全毁掉。对，只有用 Rodra。不能那样，鬼神童子会死的。小明，你看鬼神童子。什么？鬼神童子，他怎么了？被唤醒全部本能的鬼神童子会一直不断的反复破坏，直到气绝。要是他停下来的话，这可就不好办了。这样。鬼神童子。那道光是。是罗德拉，不行啊！对不起，鬼神童子。小明又来了，交给我了，滚吧！快跑吧，师父！你要再上的话，我们会鸡飞蛋打的。带上鬼神童子一起走，丽丽，撞针大师，小明交给你们了。师父，不能这样呀！那点玩意儿我一个人对付足够了，快走！你们干什么呢？再不走没机会了！你们听到我的话了吗？还磨蹭什么？快走吧！可是。啊、那些家伙是不会追到镇外来的，把这儿交给寿海师傅了。等一下，小明，快走吧。哥了，见鬼，真是时候。跟我来。你要干什么？嗯，别磨蹭了，那些家伙还没死呢。龙牛托一起没起没一起没一起没一起没路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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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草草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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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
关系的小明，他只不过是昏过去了。秋海师傅他们呢？怎么样，我没事吧？骨头还在吧？师傅你干的可真棒。大家都没事啊。鬼神童子，你要撑住。那么那棵树就是以这城市的所有人的欲望为养料的？是的，我们要是袖手旁观的话，这座城市的生气全部都会被复魂树吸走的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？我想可能因为是哥拉看透了卡尔玛吧。我现在也是性命不保，已经没有理由再追随卡尔玛了。你是说让我相信你？鬼神童子现在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当然是朋友，越多越好。你很迫切呀。还来得及。什么事啊？是得用法术让鬼神童子苏醒，来得及吗？拜托了，让他恢复成原样吧。喂，等等。哎，你们看呢？那不是我们寺里放香火钱的箱子吗？看来金镇把城里人的财产全都吸走了。这儿交给我了，我一个人来修复这一切，不要任何人。李林，快把工具拿出来，快把工具拿出来啊！你听见了没有啊？是，明白了，那你就放开干吧。快让鬼神童子。给我来。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好，这就开始了。手镯放在那儿。那家伙有鬼，别。那是用来驱使鬼神的东西吧？没有它就不能使鬼神童子苏醒。快呀！不能放，小明。快放在这儿！你难道不想让它复原吗？小明，这就行了。让鬼神童子苏醒需要很大的能量，所以很危险，快离开这儿。鬼神童子真的能复原吗？没有问题的。你们辛苦了，以后的事就让我出马吧。混蛋，你果然心怀鬼胎。我可没有说谎，我要控制鬼神童子，用他的力量来推翻卡尔玛，不过是代替你们。你说什么？要是控制了鬼神童子的力量，在世上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我要让大地上染满鲜血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哥拉大王的力量。鬼神童子只听我的话，你根本就控制不了他。是吗？你干什么呢？我所想要的只是鬼神童子的肉体，只要破坏了他的大脑，叫他变成一个木偶，他就可以任我摆布了。这个送给你们。出来吧，屠龙。你们就在那儿乖乖的当屠龙的美餐吧。我已经把你那卑鄙的打算听得一清二楚了。你是？我是地狱派遣的死神，专为埋葬你而来。你的声音，真的吗？小明，小明，你在哪儿呢？快把手镯拿来，在鬼神童子身上。是。混蛋！鬼神童子，快睁眼醒来，把这个男人
你果然在骗人，你把小明放出来啊！好小子，我先收拾你。哎呀！啊！蠢货，你逃脱不了血流五步的命运。只要我格林还活着，格林？怎么回事？格林不是已经死在时间渡口阵中了吗？为了护卫卡尔玛大王，时间的深渊又算得了什么？我照样能挣脱出来！哈！我终于拿到了，小明！见鬼，屠龙啊，把他们全杀掉！小明，接着！生你的气，你已经物尽其用了，现在安安心心地回到我这里。不要！卡尔玛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崩溃了，快逃！我是童子他，八九人，危险！我是童子，我是童子。走吧，小明。不，我不能把鬼神童子扔在这儿，鬼神童子不会死的。小明。啊，鬼神童子是为了救我才鬼神童子的。永真。带他一块走吧，因为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啊。永真。时
间来不及了，那么修复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嗯？啊？交给我了？依琳，一个人能行吗？我就喜欢像你这样不会被任何困难压倒的坚强的女孩子，我要和你并肩作战，咱们一起努力吧。嗯，小明。谢谢你，依琳。要知道你今天真精神的。太好了，开始了。鬼神童子，咱们死也死在一起。最後の戦いはもうすぐそこに迫っている。そして仮面の騎士、いえグレンも私たちの前に。次回よみがえれ電気。